无困饱是无啦？有一点点啦、啊。哎、欸，老公，下雨天呢、欸、都不能出去玩，好扫兴哦。下雨天哪里扫兴，老婆、嗯？我跟你讲，出来玩最重要的是看跟谁出来玩。哇！昨天呢、啊嗯，我们是不是又采蜜？有。后来又射弓箭，有点累，对不对？嗯。今天来台中带你逛的景点是轻轻松松的。哇！你说要去哪里？带你来到李安妮向日葵农场啦。向日葵。里面有许多的体验，而且又可以看向日葵，又可能体验控土窑等等之类的哦。真的吗？哇，很期待，对不对？那赶快带我去。走，我们进去参观。来，手给我。咱两人嘿，做阵也着一支小雨伞，一支小雨伞。哇，哎、欸，你好，我们是乌农夫妇。哎，我是小员工。雅娟，雅娟你好。哎、欸，很难得我们夫妻来到你们向日葵农场啊。哎。我们是客人，嗯，你算主人，哎、欸，你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里有什么好耍的不？好、啊，没问题。那我们向日葵农场、嗯、除了向日葵以外呢，嗯，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有控油体验、嗯，还有农事体验，比如说采菜。哦，采菜哦哦哦，你常做的。你常做的是啊，喷农药呢？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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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有我们的，比如说蔺草编织哦，蔺草编织哦，就是因为我们这边农场是靠近海边，我们还会结成一边海、欸、一些海洋生态那边，所以会带各位去海边看看哦，我们西部海岸线的风景哦，赞赞赞赞啊！那我们现在的话，你先带我们去体验什么哈、啊？我们等一会先去田里面看看到底有什么农作物，好了之后呢，我们再来去控窑喽。哦，好好好，走走走走走。OK， 那我们跟着我一起走喽。好，走。耶、yeah。Yeah。哦，雅倩，哎、欸，这就是恁的菜园哦。对啊。哦，哎、欸，啊，这后边是啥？蚵仔。蚵仔。哇，最喜欢蚵仔。听讲台中的蚵仔真有名嘞吼。我唔对，食起来佫松佫 Q 嘞。哦，松啊松，Q 啊 Q， 哦，我无佮爱呢。啊，继续讲几个正常哈。哎、欸，就拢蚵仔。好啊，拢蚵仔。对啊。哦，啊，过去看卖好不好？好啊，无问题。哦、哇，赞赞赞，哇！这个是紫芋头，紫芋头。哎、欸，阿伯，但是阿伯拢会讲诶，红芋啊，红芋啊，吃起来就是绵的。哦，它没有带 Q， 对，它比较不会那么伤。那我另外问你，像现在要长到多大才能采收？还有现在大概种了几天了、啊？八个月。这个这八个月？对，一定要八个月。啊，这么老多、啊？这个跟阿伯高啦，这个通常要等到头冒出来了，要看得到一点点头。对，一定要看得到芋头本身的头才可以。欸、真的。有专业的解释，让所有的民众知道台湾农产品是如何生长的，而且有专业的知识，厉害哦！掌声，谢谢。哇，所以这里介绍完所有东西之后，待会你就要拿这里现有的农产品来让我们去控窑体验哦。对，没有错。哇，赞赞赞，很期待哦！行行行，来去控窑。好，那走吧。雅娟，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传统的控土窑。我第一次看过，哎，好新奇哦！很兴奋，对不对？好，介绍一下吧。好，那这个是我们家比较特别的一个。如果你停留的时间够久，嗯，我们就会推荐控土窑，嗯，而且是从叠到开始。你这算半成品就对了。嘿，算一半。嗯嗯。那因为啊，我们从叠到可以吃需要四个小时的时间，对，因为我们今天行程很多，所以你们已经帮我们做成半成品了，对不对？对对对。所以啊，待会我们就开始控土窑。没有没有，先叠好，你不可以让开天窗啊。哦，要先叠。对对对。那我们旁边其实有一个范本在，那等一下我们一样从大块的先叠，交错交错叠。我们这个窑门是40公分，对，我们最多只要再往上叠到60公分就可以了，嗯，所以大概这么高，这么高就可以了。你叠太高，我的土锅还烧不到哦，嗯，OK 吗？那我们现在开始体验了吗？哎，对对对，然后越上面记得要越小块哦。好 ，OK， 那我们旁边的土块都可以做使用，嗯，好，那就可以开始喽。耶，来交给你了，开始来体验，我来哦，交给你了。哇，这一烧都要烧一点钟啊！对，一个小时。啊，伫一点钟伫这等的时阵，就三两三公斤啊。因为火很大嘛。
那怕危险的情况下，其实是由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去烧。那这一个小时啊，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其他的体验，比如说去包我们的食材，或者说做一些我们蔺草编织的体验这样。哇，所以我们等一下在等待的时候就可以做蔺草编织就对了。对，没有错。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体验是什么、啊？等到我们土块烧红的期间呢、啊嗯，我们要做一个蔺草编织。我们今天要编这个福气小鹿。哇，鹿哎，哇，超赞的！你看，鼓也超会当编这个。当然可以啊。哇，那手要很巧呢。哇，老婆。嗯。我接下来带你来，这是台中的泰安的雨林落雨松哦。哦，为什么带你来？你知道吗？跟你有关系。为什么跟我有关系？因为这里是网美打卡 IG 打卡的首要点啊！所以我等一下可以一直疯狂拍照哦。超美的，好开心啊！有没有看到许多落雨松，对不对？哎，你们看到？落雨松竟然活在水里，想知道答案吗？对，为什么可以？我来摘，我们有请我们的导览员，哎，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里是落雨松，没错，那得追对哈，它是一种非常非常喜欢水的植物，哦，好特别哦，对，它原产在美洲的沼泽地，嗯，所以有水的话，它长得更漂亮更好。那你可以告诉我们吗？我们两个是爱玩两夫妻，超喜欢你们台中的。可以告诉我下次转红的时间什么时候？今年我们预计是在大概十二月，十二月左右，十二月。所有的网友还有老婆，十二月我们一定要来，对，欢迎台中。哇，老婆，我跟你讲哦，这里拍照景点有个超级夯的哦，在哪里？而且会排队排到吵架啊，这假的？我带你去好不好？赶快带我去，快点快点，先捂住你的眼睛，待会哦，这么神秘你就知道了，呼呼。哇，有没有超美的？漂亮！哇，老公帮我拍照。好，一二三。哇，你看那个夕阳落下来，好漂亮。哇，老婆，嗯，这一趟这一个景点叫做吉祥和苑哦，吉祥，吉祥，橘子的橘，哦，吉祥哦，哦，那我就介绍到这里，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导览员耶。帮我夫妻介绍一下你们这里古色古香的三合院，还有什么景点，有什么好看好玩的？到吉祥和苑来，为什么要讲吉祥和苑？我们讲大吉大大利嘛，对不对？看到橘子就想到那个行豆店的大吊柑嘛。对啊。我们后里呢，为什么橘子会可以长那么好？其实后里是一个台地，然后到仁里这边它是一个丘陵，嗯，它温差大。所以这边的橘子又大又蓬又好吃。吉祥和苑它种了几个橘子，最有名就是碰柑。哦，碰柑，你身边被讲碰柑，碰柑上好白。嗯，对啊。就一剥开，它橘肉跟橘子是分开的。对对对。哦，有没有有印象吗？有。再就是有没有听过帝王柑？哦，帝王柑的对啊。很甜哦，对，然后喷汁的，然后没有籽。Oh. 我们之前不是流行砂糖橘吗？我们这边也有呢。砂糖橘，然后再来。溜丁啊，溜丁，常吃的，柳丁也有，还有就是扁扁的那个叫什么茂谷啊，还有就是大年我们大过年的时候不是都会去买一个很大那个虎头柑，哎，我们这边也有，然后现在带你们去看橘子园。哦，橘子园吗？现在结实累累的。好好好好，我们先带你去，还可以边看边采边吃吗？我讲导览小姐哈，哎，在碰柑哈，哎是，熟未？啊不会，什么时阵会生哈？十一月哈，就可以吃的。这规层给我包落来，包落来，没问题。哦，那熟的时阵哦，给我寄到花莲县玉里镇。哦，十一月哦，再来吧。我现在
巴豆要不要拿？哎，当然到菊祥和苑哈，那有一些菜是用橘子入菜喽。哇，风味餐。巧克力皮。好，行行行。哦，吃好了，吃好了，吃好了啦。都要啊。哇！哎，导览小姐，好个。头家娘，我问你一个好不好？这几道是要让我吃到民国几年啦？跟人袂去啦！哦、这拢想煮的，真的。谁？老板娘。好厉害！中破塞，吉祥和苑的中破塞。老板，老板娘，我们是客人嘛，对不对？那接下来场面就给你。一跟我们介绍你们这些特色料理。先介绍烤鸡好了。哦，哎，这烤鸡都是你最想吃的，现烤的吗？对，你有预定我们才会烤，而且要烤两个小时，是木炭烤的哦。哇，木炭哦，竹炭味对不对？对对，这有竹炭味道。问一下，放山的吗？放山，半山，半山腰，半山腰的就对了。哦，半山腰最嗨哇，土鸡吗？土鸡 ，OK 啊，台湾土鸡啊，选炸。鸡油拌饭，鸡油拌饭，鸡油拌饭，别疯掉。对，鸡油拌饭有无？原汁原味，原汁原味。哦，今仔日，今仔日是刚刚是要食一碗饭，那鸡油，我跟你讲，加五碗，加五碗啦。原汁本来。嘿，你嘛知影，我无拢讲，我是知道无。本烫对，给你嚼。哇，哎，这烤好了吗？对，烤好了。哇，可以拔一下吗？可以啊，来，我们来示范。哦，老板。哇，用力，用力。这个有点半山的，会夹抡了。哦，真夹抡。哦，赞赞赞。哦，好，谢谢。哇，哎，哇，鸡翅有没有？有没有看到鸡翅？有没有？第一个要给谁吃？老婆。人长得粗犷，但是内心很细腻。好，来。老婆，每一次每一个地方吃完之后就要干嘛？体验啊，接下来我们要体验什么？好，现在看到这一栏，嘿，哇，这栏，这栏，哇，那是什么？树枝啊，这要怎么体验呢？我跟你讲，其实这个是我们后里，哎，这边呢是种了很多高阶梨，对，高阶梨，然后高阶梨成熟以后剪下来，剩下的是什么？哦，就这样，嘿，这都是树枝啊。然后这是它的农业废弃物，农业废弃物，所以你们这是农业废弃物在利用，对，是的。然后让我们的游客做一个在地的体验，然后拿回去以后，哎，我有来过这个菊祥和苑，那这个树枝有什么体验？来，我们现在就是来体验这个哈，哎，好，来，请你们来这边。完成了，叮叮叮叮叮，哎，很简单，很实用，哎，刚好可以给我国小的儿子用，哎，所以废弃物再利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让人家知道，哎，它还有利用的价值，是的，而且每次拿到这一支笔，在写作业或者是看到这一支笔，就想到什么？吉祥荷叶，耶，超赞的，谢谢。哦，老公，刚我们吃饱吃完甜点，你来我带我来葡萄园做什么？还要采水果吃啊？哦，我跟你讲，吃完一定要饭后水果，饭后水果王。我跟你讲，这一趟要带你来玩浪漫的，所以吃完饭要来一个美酒，有没有听过葡萄酒？有啊，所以带你来葡萄园呐、啊！哇、欸，这里是台中的。素生休闲酒庄哦，而且庄主就在旁边。哇，阿公，
我来当问你一个无啦哦。我刚刚种稻啊，我袂当种葡萄，你会当甲我讲你种葡萄的一些故事吗？什么时候开始的？嗯，所有经历。你说种葡萄从什么时候开始吧？在民国1946年，我还没生呢，有够久的。也袂啦，你比长哥较少岁。对对对，你长个50岁，我岁。哇，你长50岁，我才30岁尔咧，哇。啊，后来呢？后来伫阿公遐开始的吗？阮阿公，迄阵阮阿公才50-60岁，啊，我迄阵伊拄啊咧读国小。嘿嘿嘿。迄阵我嘛唔知讲遐是葡萄，毋捌看到啊。读册要毕业的时，就葡萄好食。嘿嘿嘿。哦，大家在讲哦，食了葡萄，不管你酸啦，反正都有小可甜甜的，就好食了呀。哦，就以前无啥物嘛，有物件好食就好啊，就对啊。以前食葡萄，当作食饭来过。哇，有够好！因为我来讲哦，这片看到拢伊，整片拢这规地拢伊的。哇，我这6公斤。6公斤呀，哎，地主。阿公就是人讲的参桥啊，哎嘿嘿嘿。阿公，甲阮老爸开始就是。交给公卖局哦，交给公卖局。都要在民国，差不多在50年左右。哇、哦，民国50年呢，一直那开始交给公卖局。啊，后来呢，我讲我有听过你的故事，啊，佫拄到921是吧？民国85年，公卖局就讲要跟世界做贸易，要开放进口，叫我们说你们不要种了，你们要转型去种其他的东西。哈啊！后来你无转型，那继续做有啥物？因为阮这所在是山坡地，无水，无水会当种葡萄，种水果呢又无挖到地啊。就咱讲的，四地四种就对了。啊，迄阵啊吼，讲到是停止七月是葡萄全部都锯掉。哈，规拢锯掉。嘿，啊，你后来那继续做哈？锯掉伊会阁发芽啊。嘿，对对对，还阁发芽。嘿，迄阵啊开始就渐渐就开始葡萄一直多起来，所以921后来之后，农委会辅导令，你是10大酒庄的其中一个。对，哇，厉害，好强，10大之一呢，哇，这就直接摕去酿葡萄酒吗？无啦，这要等成熟了，这要卖。这过啥时阵啊？差不多在11月底。哦，11月底哦，也变成紫色，变成黑红色的，才能酿。葡萄酒，那它是可以做红酒哦。安尼，台湾的葡萄酒好喝，还是法国的葡萄酒好喝？但是应该是咱台湾较好啉吗？哦，尤其是啥？素生休闲农庄的上好啉对无？阿公，你一个啦。阿公，我拢甲你开到安尼啊，你嘛知影？代表表示一下嘛，大家要带阮去啉啥物？啉葡萄酒啊！啊，啉汤啊，对无？啉汤啊，系吗？我你啉葡萄汤的。好，行，阿公行啦。哦，阿哥，无够意思呢！我拄啊甲你讲，我要喝葡萄酒，啊，你来瞅看这，有人滴无？阿哥，这内底底是啥哈？酒啊！啊酒，啊什么品种的哈？对啊，就叫做金香。金香，啊这年份偌济哈？2015。2015，啊我问你哈，这有一个坑，我爬起来就啉吗？有啊，你这个提起来，你啉袂着我，袂使啦！啊，所以你讲要啉葡萄酒地带啦。我这边带你来提哦，佫较好啉的。这个地带上面。好料的拢放电管啦，惊啦哦。惊上头毛去。所以来家一定爱喝葡萄酒，啉汤爱，惊。阿公惊抓去。哦，阿公，葡萄酒杯好哇啊！你说要试饮，所谓的桶边试饮，得对几趟啊？对几趟？我是讲这趟哦，上加3年了，尔啦。三年，新酒就对啊。放3年了，尔。新酒就对啊，好啉吧？新酒嘿，爱放到6年，啊，这个新酒先给你啉看嘛。哦，再啉到6年。哦，先啉3年就对啊啦，哇！好，咱即马期待啊，哇，开了。阿公，
没有啦，你你要摇的吼，哦，摇一个，好刺激啊！摇，我摇啊，哦，是这样，摇你可以卡针啊，我都摇，哦，没，不是我卡针，哦，这摇一下来咧，哦，你要摇咧，哎，啊，好酒醒，哎，酒醒，酒醒啊，你这闻味道，哎，好香哦，哇，香哎，哎，有香，啊，喝了吗？哦，哎，闻一下。赞，相关赞赞了哦，正经的，这那过加三年，过较好啉。正经的，哇，哎赞的，你讲过加三年，过较啉，这我已经一百分啦。啊，无啦，这差不多九十九了。我觉得吼，现在农业连阿公都会撞后栏，讲话都会像我一样高才高分。但这样你是要抓去领两百分呢？没有，这等下叫我叫你老师卡落去。好，哇，哎，赞诶，再喝一下，哇，老公超赞啊！我干杯了。那我干杯，干杯。超赞！真的不错哈，真的好喝。对啊，等一下买两罐回家，好不好？媲美法国的。不媲美人家啊！当然，你当年的对吧？哎，好，行，哇！阿公，有，拄啊，咱饮九十九分的酒，哎，即马你阿公和我饮两百分的葡萄酒，伫带啊？无啦，无啊，无啊，悬的啦。哦，欢喜饮落，欢喜饮落三百分的。拄啊，九十九，真是九十九点五了呀。九十九点五了，就这起啊。还是摆在后边。所以咱即马先饮九十九点五，但只搁有一个私藏的对不对啊？对。哇，啊，就这起吗？这起。叫什么？粉红。粉红。为啥叫粉红啊？哎，用个姓红啊。唔知靠打广告，佮酒个分色分色的是无？啊，这是啥物品种哈？这也是咱台中改良厂啊，台中五号。嘿，澳门里哦。嗯。咱的台湾的葡萄酒有啥物特色哈？咱台湾的葡萄吼，伊的特色就是咱的日照较长。嗯。但是咱的酸度会比较高一点。嘿。因为咱台湾地区比较会下雨。哦，对对对。啊，伊汤都袂像外国这么甜，嗯嗯，但是伊的酸度哦刚刚好，哦，都拄好啊，哎，拄啊拄啊，放姜母豆，放安只拄啊，哎，香味才有。哦，葡萄酒一定要有一点酸度，哦，一定啊，你若无酸度，就是没有香味。哦，像这就是，这几就是啊，哎，所以个阮第出国比赛就是安尼，咱的酸度高一点点，嗯，伊就闻到那味道。就很香啊！来，我来先来品一下，好不好？我紧，我品一下，来，老婆你尝一下，闻呐，啊，哇，滴滴的味呢，不一样哎，跟上一次哦，这绝对不是焦糖哦。阿公，我讲问你好不好？好香。阿公，我饮的时阵，你跟我讲一下，你对咱台湾的葡萄酒有什么期望？毕竟你没在跟你讲。哦，就啥子，我期望就啥，你即马安尼啦。就幸福的味吗？但是你们感觉哦，台湾的葡萄酒怎么这么好喝？嗯，这是阮的期望，就让社会怎么大家都饮得很足爽快。对，就是安尼，像咱正比无支持在地、支持台湾的，咱葡萄酒我甲您讲，各位网友。嗯。都一定要支持我们台湾葡萄酒。阿公，你看，哎，哥你勇健，阿公几岁啊？73岁，你看麦，哥在农业里面打拼奋斗，啊，你爱支持不？爱不？爱不？爱哦！哎呀，哇！爱就干杯！我今麦还过你两家地呢，厉害！哇，今天这个酒可以喝到阿公的用心，阿公真用心了、啊，真的。如果阿公的期望就是让每个喝到台湾葡萄酒的人都可以展出一个幸福的笑容，阿公这就成功了，对不？还有一个，告诉你们，不是外国的月亮比较圆，是台湾的葡萄酒才是真的赞，对吧？对啊，哦，那用心呢？我说真的。这个真的是好喝，好喝，健健哎，哦，真的好喝，外带行李没哈，哦，超赞超赞，
再过几年哦，就换我的第三代来接手。阿公，你要传承的不是只有葡萄园，还有香气、酒味，还有那个平常的口感也要传承。对啊，栽宝哇，哎、欸，那我们见识到台湾葡萄酒的厉害，很强，真的很强哦。哎、欸，今天来台中休闲农业区，来到这里，真的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农业，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台湾的葡萄酒，可以媲美，错，可以胜过外国。嗯，真的，我贡献哎，哇，哎、欸，无我金牌不要拿掉啦，对啊，哎，拢无讲，阿公这拢掉金牌的呢，超赞的啦，哎、欸，老婆，你有带信用卡吗？你干嘛？你要买多少？是、哦、刷个一箱，刷个一箱啦，哇，阿公赞赞赞，给阿公掌声一下，哇，厉害厉害，哇，厉害。两天啊，我们是上山又下海，对不对？对啊，超好玩的吧？嗯啊，这两天我发现很多朋友为这块土地默默在耕耘呢，真的很感动哎，超赞的啦！哎，这两天啊，两天一夜的台中行啊，带着我的爱妻，还有小编，还有我们的儿子这个小跟班啊，在这台中。有满满的收获啊！我们要带着这满满的收获，回到雨里努力奋斗，好不好？好哇！嗯，下次一定还要来哪里玩？台中玩耶！今天是旅程的最后，嗯，真的有机会可以来我们台中各个休闲农业区啊，可以感受到农民的辛苦、跟农民的创意、跟一大堆的体验呢，哇！那各位网友，我们就跟你们说。拜拜。